各位好，咱即马开始来上课，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潘信行，我伫台湾民政府咧负责是即个体育运动的部分。那么我慢慢进入这个，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台湾体育运动的回顾加展望了哈，展望哈。啊，伫我还未进入这个我的这个题目以前哦，稍微花一点仔时间，我自我介绍哈，自我介绍。我是潘信行啦哈，潘信行。信用的信，行为的行啊！啊，主持人爱运动啦，真爱运动啊！因为我去年吼隔壁就是台北师范啦，台北师范即马就是台北教育大学啦，吼啊！我像啊，必翻的过去就是运动亭，就是因咧台北师范的运动亭吼，所以我拢下过了时喏，珠宝坑咧，我就走去。走去运动，啊！伫迄个时阵呢，因为伊嘛是有，即台北师范迄个时阵，伊嘛是有体育科啦。哦，即马嘛有哦，即马叫做体育系吼。我有真侪学生拢伫内底。啊，迄个时阵啊，因为我甲因家定了伫迄个运动场多咧咧运动啊，所以啊，甲遐体育科的遐大哥哥吼，大家拢足熟悉啦。啊，我嘛甲因做伙参加因的老师的迄个训练，吼、哦、啊，我是拢咧创电竞的啦，电竞啦吼，啊，我是个人是迄个地炮，啊，我的迄个指导老师啊，叫做吴万福，五万福，哦，吴万福老师，即马伊即马差不多九十岁啊，吼、哦，但是身体还阁足健康的，嘛嘛是还阁是伫台北教育大学吼。哦啊！伊伫迄个时阵啊，迄个时所谓迄个时阵，就是六十年前了，差不多六十年前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咱的跳运动界吼，对这个运动吼，而且科学训练非常的无概念啦，包括我啦，吼，啊，包括遐大哥哥遐人吼，啊。但是哦，老师都安尼甲你安排，我嘛是甲因做伙，老师甲因做伙训练哦。寒天人啊，嘛冬天嘛有冬训呐吼，啊嘛是拢照科现代科学的迄落训练法，吼啊照安尼做吼。啊我迄甲训练一年了时喏，我就去参加迄个中上联运，迄阵叫做中上联运呐，即卖叫做全中运呐，全中运吼。我们是提这个金牌啊，吼、哦！我即马那全中运即马那去提到这个金牌，那不得了，迄价值咯，唔是像我恁过迄种啊无价值的运动，迄金牌无价值啦吼！啊，即马都无共款咯，哦，即马你那是全中运，你那电竞去提这个金牌吼，连建中嘛未，连建中嘛申请都入去啊，吼、哦！啊，这个。训练吼，科学化的训练哦，伫六十年前我都已经接受啊，吼啊，当时哦，我实在讲吼，是咧老师叫咧做咧都咧实施，但是哦，生活底吼并无讲接受，感觉怪怪讲，我都干那咧练走安尼尔，我都说一个走安尼就好啊，啥物那都压机当咯，创啥物啊呢？吼、哦，啊，把迄落什么树林哦，甲树林带咧扭安尼吼，啊，顶顶啊，感觉足古怪，啊，爬楼梯，爬啥，我拢转一个走就是啊嘛，吼、哦，啊，但是伊科学的训练吼，都唔是安尼啦，啊，迄个时阵是无讲心肝底无真接受这款的训练，但是啊，这物件吼，伫几十年后了时阵，我个人我有担任三届亚洲运动会的迄个总教练的迄款的诶训练的时阵哦，这对我帮助就足大啦，对我帮助就足大吼。啊，我
一生啊，迄阵自细汉开始就，哦，足爱做国手啦，哦，足希望讲会当啊做一摆国手，唔得偌好咧安尼吼，足欣羡的啦。啊，但是哦，各位，你看我这個身材，那都无够标准呐、啊。迄田径哦，田径你想讲要做国手啊，要参加国际比赛，啊，要摕有一奖牌吼，我就讲身材无标准，所以。始终无法度达成我的愿望啦吼，啊，就差不多滴个，差不多到二十几岁啊，二十外岁啊吼，啊，突然有一个机会，迄、那个伫日本吼，伫日本遐发展出来一个迄个武术叫做空手道啦，吼、哦，卡拉铁道吼，伊、哦、伫世界足风行的啊，啊，我是。有电影哦，电影迄个007哦，又看过，讲哇，这尼啊好诶，迄个诶武术哦，啊那无来伫台湾啊咧，啊都有一年啊，差不多是伫1968年诶时代啦，吼、哦，1968年啊，他就发现着讲哦，已经来台湾，啊我随时去报名，随时开始训练，啊因为我本身过去都有即、這个。一定拢有即个训练，家己训练的迄个能力吼，啊，我都家己训练，人个一礼拜吼训练三工啦，啊，我一工都训练三摆啊，吼，啊，我一礼拜都训练六工，啊，一工六三摆，吼，所以我非常的认真啦，非常的认真，啊，当然有一部分是我家己咧训练的，哦，啊，干1971年啦。1971年的时阵哦，讲要参加世界赛啦，哦，要参加世界赛的，哦，第二次的世界锦标赛，空手道锦标赛，迄个时阵哦，会使讲拢阿个讲拢草创时期吼、哦，咱伫台湾哦都阿无迄个台湾全岛的迄个比赛的时阵哦，伊都先无迄个世界赛，吼、哦，吼、哦、是为世界赛先发展出来安尼。啊！我都当然，我想讲这是大好机会啊！啊，我就去参加集训吼，不参加迄个选拔啦吼。啊，都真有幸哦，我选掉啦，我选掉，拢准备扣七个迄个代表队的选手啊，我是第三名的哦，啊都选掉。啊，去参加这个第二届世界锦标赛吼，空手道锦标赛伫迄个东京的迄个武道馆呐，吼、哦、武道馆吼、哦。啊，我回来了吼，吼、哦，我都已经达到我的愿望哦，吼，至少一生嘛做一番啊国手啊呢，吼、哦，吼、哦，有这个国手的名就好啊啦，安尼啦，哦，啊，我都较紧的转，都退出比赛啊。退出比赛，因为啦，已经30岁啊啦，30岁对运动员来讲的时阵哦，迄个比赛年龄哦，已经到顶了啦，已经到顶了，所以我就跳落来做，开始做教练哦，啊，去考试啊，考教练的迄个执照，而且为小地方的小教练哦，开始慢慢啊熬啦，吼、哦。啊！一直到1982年的时候，我才头一次担任迄个台湾队的迄个教练，吼、哦，四个教练吼，啊，我其中一个上尾啊，迄个啦，吼、哦，小教练呐，吼、哦，小教练，啊嘛是个吼，继、哦、续直直熬，吼、哦，直熬到1994年的时候，吼、哦，到迄个广岛亚运，吼、哦。伫广岛亚运，应该是12届啦。亚洲运动会第12届，啊，我就正式作为迄个代表队，是的。啊，我就做迄个代表队的教练啦吼，啊，两个教练哈，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安尼啦吼，啊，就第一次。代表吼、哦、去参加这个亚洲运动会，啊，了过来1998年，吼、哦，都第13届，吼、哦、啊，我同款嘛是担任教练，
啊，甲第十四届的时阵，釜山亚运两千零两年的时阵哦，我迄个时阵就已经是总教练啦，已经做个总教练了哦。啊，我所以我有拢总有三届亚运的迄个经验啦吼，亚洲运动会代表队的教练的经验。啊，这时间那么算真久了，这个达到迄个国家级的迄个教练吼，嘛拢总差不多1982年开始，甲两千零两年，也是拢总多有几十年以上的迄个国家队的教练吼。啊，那了后两千零两年呢，我已经60岁啊，所以呢，我就家己宣布讲，我退出了，不爱去做啊。啊，做教练嘛，上海关嘛是甲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是上海关啊，吼，我都怎啊退落来？啊，退来的时阵哦，有过四年真快乐的迄个退休的生活啦，吼，拍摄哦，拍摄，我用几分钟。喂，是，嗨，是，好，回我这，回我这，安尼，我等你再来查，好，我今麦在上课啦。我今天在上课哈，而且因为这要去日本的，了后我过四年的真快乐的迄个退休的生活哈，啊了后在两千零六年才认识这个咱这个论述，哈，甲这个咱的秘书长哈有见面，啊，也熟悉，啊，接受这个论述。了，我就变成一头栽下去了，好，一头栽下去，都一直到即马为止，安尼吼，将来唔捌断安尼吼。啊，因为我伫1990年吼，1990年，我因为我是迄个228受难家属啦，我是228受难家属吼，啊，所以我1990年的时候，李登辉哦就讲228要。要重新再检讨啊！那是啊，我唯一的时候就开始参与这个社会运动啦，吼、哦、啊，这个规定吼、哦，我拢有参与，甲即摆嘛也阁有咧参与啦，哦，社会运动啦。但是哦，我两千零六年熟悉这个论述的时候，我就知影讲，哎，其他也拢无路用啦，哦，但是因为遐拢好朋友啊，遐拢种好朋友啊，吼、哦。所以嘛是都啊，介伊迄落，今日我嘛阁接到电话，讲啥物要伫迄落立法院遐要静坐啥时阵哦，叫我都爱搞哦。啊，我就好好是，我是到时啊再摕一箱啊迄落饮料去啊都好啊，我卖出面得使啊，吼、哦。啊，就是这个论述了后，我就知讲啊，台湾有救啊，台湾已经有救啊，哦。所以我甘愿咧专心投入。那么我个人的迄、那个介绍都大概到这里为止哈。啊，开始就因为啊呐，因为咱的这个台湾民政府啊，为纯粹的论述哈，论述纯粹的论述哈，已经阶段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已经进入。组织要组织这个政府的迄个实际的工作的阶段来滴啦。啊，讲到政府的时候哦，就包罗万象了咯，吼，就包罗万象啊，吼，啊，体育运动嘛是其中之一啦，吼，所以才有今仔日我徛伫遮啊，那个大家咧谈论这个体育台湾体育运动，吼，啊，这就是。都、就是安尼来啦，吼、哦！我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进入我这个题目吼、哦，第一就是讲体育运动，啊，都体育就体育，啊，运动就运动啊，那什么体育运动，吼、哦，这到底是两项代志吗？还是一项代志？哦，而且我要甲大家报告，就讲这都是一项代志，但是伊
表现的无同款的时阵吼，伊用的词啊都无同款，哈。你这是代表什么？人类一个活动啊，一个活动真古老的，会使讲为人类开始啊，都拥有的这个活动，哦。啊，这个活动也表现伫迄个竞赛、竞技、哦、比赛的时阵哦，就叫做运动啦。哦，所以咱大家拢讲哦，你参加运动会啊，运动嘛，哦，全国运动会、亚洲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哦，这就是用运动，因为迄是竞赛。啊那。运这个活动呢，运用伫这个学术、学术哈、哦，学术还是教育的时阵，叫做体育，哦，啊，咱唔了，我咧讲吼，体育系啦，体育学院啦，体育大学啊，哦，体育，哦，啊，其实伊是干呐，共款一项物件，代表人类的一个活动，哦，是一体。两面安尼尔啦，其实拢共款啦，那位讲，哦，在迄个体育活动也可以啊，哦，啊，体育的，啊，是讲运动大学，那嘛无啥物讲不可以啦，哦，但是咱习惯上较无安尼咧用啦，哦，所以安尼分开，就是一个就是竞赛，啊，一个就是教育的，哦，这得。差别就是伫遮，哦，啊，这代表人类啥物款的活动，哦，这里就是爱追溯到迄个人类多多为本来用四只脚咧行，迄叫做人猿嘛，哦，啊了后怎啊徛起来就是喏，啊变成人类嘛，哦，啊为迄个时阵开始来算，伊伫迄个瞬间内底，伊就是咧做这个工作，是啥物工作呢？就是要求生啦、啊，求生，伊就爱去迄落野外去，吼、哦，去迄落找迄落粮食啦，吼、哦，是蔬菜啊，是水果啊，吼、哦。啊，但是哦，伊要阁找上个迄落更加迄落精致的迄个蛋白质的时阵啦、啊。吼、哦，要维持伊生命的时阵，伊就是安那，都爱食动物的肉。吼、哦，虽然是迄个食素嘛，是有蛋白质啊，但是伊迄个蛋白质就是较粗嘛，伊都爱食真济才会当得到只伊所需要啊。吼、哦、啊，伊即马就知影讲吼，食动物的肉的时阵吼，伊都会当得到迄个真精致的蛋白质啊。吼、哦，所以伊就是爱开始。去打啦，吼、哦，去打猎，吼、哦，啊，要摕食的肉，吼、哦，打猎，有当时啊，吼，嘛会去哦猎打去呢，吼、哦，你要食伊的肉，伊无了，搞不好他伊转来食你的肉，不一定，吼、哦，所以呢，伫这个这个形态内底，咱个称作啥，人甲兽咧打的期间呐。极寒诶，这个形式啦，啊，这个形式哦，甲即嘛嘛还阁有呢，嘛是还阁有人咧拍啦呢。虽然是伊的迄个需要吼、哦，是可能有无同款啊，吼、哦，因为是都真正都为着要求生啊，即嘛呢，啊就为着运动呢，吼、哦，为着趣味啊，吼、哦，嘛是还阁有啊，人甲兽咧斗。后来，因为这个人啊，愈来愈侪，伊的迄个形态愈来愈改变，就是为一个家庭啊，变成一个家族，哦，啊过来变成宗族，哦，啊过来变成民族，哦，啊你就啊过来就是社会，迄个啊是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嘛，伊的变化。一直伫变，人啦愈侪，伊就愈变化，啊，佫伫进步，啊，伫这进步中间吼，伊就是变成安怎，人甲人咧斗啊，伊为着要伊这個种族要继续发展，啊，是讲要维持伊的人类甲伊
攻击，啊，伊要反抗，吼，啊，要维持生命，吼，诶，这个人甲人咧斗，吼，都为人甲兽咧斗，个慢慢啊进步个，变成讲人甲人咧斗啦，吼，啊，拢共款，就是要求生存呐，吼，啊了咧，伫三千年前的时阵，伫欧洲啊，有一个种族，一个国家吼，种族吼，伊吼真聪明，真会思考，伊要思考干呐？伊想讲，那定定安尼在烧台，吼，为着要扩大你的种族啥安怎安尼人甲人烧台，啊烧台就会死人嘛，吼，啊有死人就毕竟都是真痛苦的代志啊，尤其是对迄做老母的人，吼，啊，定来咧靠讲啊，伊个囝去见死呀，吼，这毕竟这拢是一种的悲剧啦。啊，因就开始在咧思考讲，平那是讲要安尼来斗争的时阵吼，是毋是咱会当想一个办法来讲，咱来往来斗争，啊嘛分输赢，吼，但是呢，袂死人啊。开始就有这个思考，因开始就咧思考，大家都来研究讲，试看卖啊咧咧，吼，这个欧洲这个所在，这个种族啊，就是叫做希腊啦，希腊民族啦，吼 ，Greece 吼，这个希腊民族，因开始就会因真够思考嘛，真是铁拉加色。著名的说，听讲拢是为这个种族来出来嘛吼，啊，因就思考讲，好哦，那大家来拼讲我甲你啊，我较敖，你较敖安尼吼，但是来拼安尼时喏，啊，未死人，啊，拼有输赢哦，啊，但是未死人，啊，这是要安怎？就是讲，你将迄个伫战场你所使用的遐个步数啊。拢总甲摕来一个所在，吼，啊，咱来大家来拼输赢，但是有一点，就是讲，袂使拿武器啦，袂使拿刀啦，袂使用剑啦，吼，用枪，袂使，这武器袂使，啊，干那用两个手，用身躯，吼，全身躯安尼来拼输赢，吼，啊个。因研究的各个工会，安尼真好哦，来试看卖啊嘞吼。啊，到尾就讲，哎呀，四年要用一遍啦，四年办一摆啦。诶，这款的比赛，无亚武器的小兵啦，吼。哎呀，部署拢是迄战场遐咧用的呢。吼，战场内底都一定是嘛是有走啊、跳啊、啃啊。吼、哦、啊石啊，骑马啊，吼、哦、赛马车等，全拢个摕来用，啊，但是拢袂使拿武器。啊，因个研究的结果是讲，爱有一个制度，爱有一个迄个规则就对啦，吼、哦，爱有规则，啊，有这规则才会当分输赢嘛，吼、哦，啊，这个规则，啊，我爱限定讲来参加这个比赛的人哦，爱有一定的水准，所以你都爱派人来这个所在去受10个月的训练，啊，你摕到迄个证明，你才会当来参加这个运动会。哦，啊，各位，你说差不多都已经感觉，这听起来敢那真实嘞，吼、哦，这就是哦。现代的运动，现代的迄个竞技运动啊，伫迄个3000年前哦，都已经形成了，都是即卖奥林匹克嘛，因都是选伫迄个雅典的迄个郊外啊，迄个所在是因这个希腊民族吼，咧敬拜众神的一个所在，真神圣的一个所在，啊，底下来举办一个运动会，四年一遍。即卖奥林匹克都是同款呐，四年嘛是一遍呐，哦，
啊来啊，要参加比赛的选手，唔是讲凊彩人讲啊，我要来参加就会使。你一定爱有一定的水准，吼、哦，你才会当来参加。啊，这就是现代诶迄落诶运动竞技的迄个形态哦。伫三千年前就已经产生啊啦，吼、哦、啊，拢总办一千几年，四年办一遍。哦，拢伫迄个奥林匹亚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我捌去，我捌带队去参加迄个世界赛吼，一个世界赛啊耍了时我甲安排选手伫希腊，来个希腊无小小休困一下，无小甲游览一下，才感觉可惜。我有安排两天啊，第一天我就带去即个奥林匹亚迄个所在。哦，啊，迄个运动场并无大啦。那以咱即卖的迄个规格来讲，像那根本一个，敢那迄个小学运动场安尼尔啦。但是伫迄个时代、就是，迄就是所有运动员来讲，迄是足上神圣的所在啦。我带我的选手大家去遐缅怀啊，然后啊，这就是即个现代运动的迄、那个。因南商吼，咱迄都是三千年前都已经有啊，哦，啊，一直个1930年的时代啊，迄个时阵哦，都德国哦，德国迄个时阵都希特勒嘛，希特勒吼，希特勒，伊就是要利用这个运动，这个运动会吼。哦，当然啦、啊，已经到尾是罗马帝国兴起来了后，这个希腊文化就是来没落去啊。啊，这个罗马这个政府啊，罗马帝国就要求讲这个奥林匹克未使阁办，啊，怎停办？拢总一千几年。啊，个1896年的时阵吼，伫欧洲的一挂迄个。迄、那个贵族吼、哦，爱联合起来讲，要甲恢复旧时代的迄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啦。啊，大家怎啊努力的结果吼、哦，啊，就搁甲恢复，搁甲恢复。哦，啊，伫1896年，哦，我拢会记的，就是讲1895年，就是旧金山和平条，唔是啦，迄、那个马关条约签订迄年。过几年，吼、哦，就是第一届奥林匹克，现代奥林匹克，搁开始安尼啦，吼、哦，啊，一直到这个1930年的时阵吼，迄、哦那个希特勒，啊，要利用这个运动吼、哦，要来发扬伊的迄个政绩啦，吼、哦，啊，要代表讲因迄个日耳曼民族拢比人更加赞安尼，所以啊，才开始。下令吼，遐一个医生啦吼，生物学家吼，大家来研究现代科学的迄个运动训练方法，吼啊，就是唯一的开始，都慢慢都有产生这个体育的这个形态就出来，哦啊，慢慢，不但是干那实习尔，伊都个变成一种的学术，吼啊了个。啊，甚至于教育，我伫学校内底去实施啊呢，哦，啊，这个完整的体育运动，吼、哦，都是安尼来的啦，吼、哦，啊，这个体育运动我就介绍到这里，啊，即马佫说嘞，就是要来讲呢，咱台湾吼，诶，体育运动啦，吼、哦，台湾运动，啊，我要用两个人来做一个代表性啦。两个人来做代表性吼，因为伊伫迄个这段时间内底，这两个人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第一个就是吼、哦、叫做杨创广吼、哦，大家应该拢知影吧？不过很年轻的，你们年轻人有没有听过嘛？哈、哦，杨创广，今天我要告诉你杨创广是什么样的人物哈、哦？啊，另外一个就是。代表性的，有一个查甫嘛，就爱有一个查某嘛，吼、哦，哦，纪政啦，对啦，纪政啦，吼、哦，纪政，用这两个人吼、哦，要来代表吼、哦、过去咱台湾的运动，吼、哦，一个代表啊呢，吼、哦，
啊，拄拄啊好啊，这两个人呢，啊，都甲我拢有一点点啊，一点点啊有关系啊，呢啦。啊，首先我要来讲这个杨窗广哈，杨窗广哈，伊是迄个咱的迄100%的迄个原住民呐，哈，咱的高沙族啦，高沙族阿妹啦，啊阿妹哈，他是台东的哈，台东，那他我。因为同样，迄个我咧都江，我咧讲的吴旺甫老师啊，他那个时候也是他以亚运代表队的一个教练呐，一个培训队的教练之一啦，不是代表队的教练，那是培训队的一个教练哦，哈啊，伊我嘛是听伊讲的呀，哈，伊讲哦，那时候杨长广才十几岁啊，但是这个人哦，实在是很奇怪。他是跳高跳远的选手啊，吼、哦、啊！印度这个，敢看伊这个年轻人怎么能活力那么强哦？所以伊家公啊，应该是好像在开玩笑一样了哦，就说：哎，你去跟那个100公尺的选手哦，也是要去参加亚运，天天做培训的哦，你去跟他比赛，看谁会赢啊？你会不会赢他？你赢他的话，牛肉面一碗呐、啊，哦。我的那时候牛肉面吼是不得了的吼，那是五六十年时代也是吼，那是不得了吼。啊，安怎讲那个？好啊，好啊，啊，就去跟那100公尺的选手哦，啊，一个走落去吼，杨双广才赢伊啦。伊不是100公尺的选手啊，伊是跳高跳远的啊，吼，但是100公尺都赢啦。吼，我因家迄个教练就讲，哎，阿姆无迄四百个哦，四百你去甲伊走看卖，哪个赢吼？国上啊！啊，杨总哦，好，来去，好，啊，都甲伊去，甲迄四百个选手吼，甲伊比赛，啊，嘛是赢，嘛是赢啦，吼！啊，即个教练就是讲，哦，啊，即个是迄个天才呢，吼，这不得了的人才呢。哎、欸，咱爱安尼个培养呢？你刚才讲哦，跳高跳远啊，好像是不太够。啊，无吼、哦，那个训练吼，十项好不？十项运动，全能运动啊，十项全能运动好不？大家试看嘛啊咧。啊，怎啊开始怎啊个培养杨长广十项全能运动？好、哦，啊，就去参加亚运呐。啊，想不到真的是拿金牌啦，拿金牌！因为迄个时喏，坦白讲，在亚洲吼，几乎无人咧练迄个十项啊。因为那不是我们咱亚洲人吼比较能够适合的迄个运动啦。哦，所以较少。但杨长广一去就拿一块金牌，四年以后再参加第二次亚运的时候又拿一块金牌。所以哦，有迄个时喏开始的。都有一个名称都出来，叫做亚洲铁人，吼、哦，亚洲铁人杨窗广，吼、哦，开始都出名出来。啊，迄个时喏，迄个跳界吼，啊，尤其是电竞界吼，迄个协会理事长吼，关松生，啊就讲，伊算真好呀，伊是建筑师嘛。建筑师啊，真好呀！讲这个送去美国去，咱台湾哦无法度人家训练啊，佮送去美国去哦。啊，怎啊佮送去美国？去迄个加州，南加州大学诶，迄个分部就是 UCLA 这个学校吼，好、哦、这个大学吼，伊诶迄个田径选手呐，唯一出来吼，拢是世界级诶，拢是世界级诶。所以哦，杨庄广就甲上一底啊，去啊受训啦，去啊受训。我想无到讲杨庄广去到遐的时喏，哦，都变成敢那是伊的舞台共款啦。开始都大发如意啊呢，伊开始的6000，中温6000几点，过差不多第二年了，都变7000几点。啊，不耍嘞，我过无几年，哇、哦，8000啊啦！啊，8000的时候都已经世界第一了呀！伊白白迄个学校内底有一个选手叫做强森呐 ，Johnson 哈、哦，迄、那个强森呐、啊、是
顶一届啊，奥林匹克运动会诶十项运动诶金牌哦，但是到尾叫杨传广全甲拼过去，成绩拼过去，伊就是只有干呐到后边咧弱啊。迄、那个美国人，迄、那个黑人，迄、那个黑人 ，Johnson， 拢是杨传广，一世界迄个世界迄、那个迄、那个体育体育呐，有关田径诶吼，十项诶拢是杨传广，杨传广啊。不但八千几点，不过刷了变九千几点啦。九千几点哦啊，这问题就大了。这个世界田总吼、哦，田径总会就紧张啊咯。讲哎，咱那十项的迄个计分吼、哦，十项运动的计分方法，哎，迄个一上限是一万点尔呢。啊，杨总讲已经是九千几点啊，啊，无偌久就那个好加为一万点，啊，咱那无。无一个迄个计算新的计算方式出来时喏，安尼都糗大啦，变成开天窗啦，啊，这个问题就很大，就是为了杨传广哦，把这个计分的方式，把这个十项运动计分方式把它更改，按摩会叫这个少年囡啊，这少年人哦，给你补啊，互你去唔知变安怎，吼。也利用这个更改计算方式，哈，哈，诶，这个机会啊，把杨传广哈，以最弱的三项都是三铁啦，哈，哦，迄个标枪啦、铁饼啦、研究这三铁哦，那亚洲人哦，国家有大外头下杨传广，迄个六七三嘛，吼，都差不多要八九啊，吼，但是哦，啊。哦，一八五是吧？哦，伊的迄个身材吼，咱的迄个骨骼吼，就是三体总是较差啦。哎，脚大吼，迄个脚大，因为迄个黑人吼，迄足大海啦吼。所以杨传广呢，就是这三项输 Johnson， 但是七项呢赢 Johnson 啦。赢七项啊，输三项啦、啊，哦，啊，结果吼、哦，因即马就将迄个三T 的即个计分的迄个比重啊，迄比重吼、哦，比重个把它加重，哇，安尼来的时喏、哦，你伊迄、那个杨创伊就甲杨创讲，都两个都拼啊，真有拼啊，那就对啦，哦，就是因为即个加分呐、啊，哦。这个比重加重，对杨传广非常的迄个不利啦。所以伫迄个罗马奥运的时阵吼，甲 Johnson 吼，两个咧拼冠军的时阵，杨传广赢伊七项呢，输伊三项呢，结果分数比出来了，煞输伊几十分呐，差几十分呐，嘿，哦啊。迄个吼，即有一个伊一个故事来，就讲，迄个因个教练哦，美国人嘛，啊，就偷偷个白白两个人拢是同一个教练哦，啊，伊就教迄个江顺讲吼，你最后一项吼，你不管在哪里的对杨传广后边做个对调调，你拼三四六那个拼，哎那个对调了呀呢，我的江顺都对杨传广，好不好？都个对调调，千五嘛最后一项嘛，啊，杨传广哦伊。伊嘛是前五嘛是算伊个较弱个项目啦，但是嘛是还可以赢江神啦吼，啊这江神哦都是拼生死啊，啊两个分数吼、哦，时间哦变差几秒安尼尔啦，但是安尼来的时喏、哦，江神就赢，变赢杨传广啦，啊不管安怎，杨传广还佫是赢七项啦，吼、哦，啊敢若输三项，啊最后金牌是。迄、那个赢三项的人退去啊，这实在是有一点啊无公平的所在啦。吼、哦，伫这十项内底，吼、哦，啊，这个，除了这两项代志以外，吼、哦，啊，佫有因为啊，以及我伫2001年的时阵吼、哦，我伫左营吼，伫啊咧准备咧做迄、那个，釜山亚运。哦，我伫遐咧训练一年外啦吼，
拢伫中央，底下底下也是喏，有迄个柔道的总教练吼，张向贤，哦，伊咧甲我讲讲，哎、欸，潘教练，咱来甲杨宗广哦，来甲伊食饭好不？因为啊，伊那伫餐厅咧食饭的时候，拢家己一个安尼，吼、哦，啊，孤单老人啊，哦，啊，无人敢话去啊，包括我啊，哦，我嘛无啥敢去话伊咧。啊，到尾就都是这个柔道总教练的时阵，伊甲讲，咱做落去来去，我就中完伊，我就讲好来去安尼。啊，就其他就甲迄个杨宗广说，哎、欸，杨总监呐吼，伊就是做赢迄个国训中心的总监呐，吼、哦，永远的总监呐。啊，我就讲啊，总监的，我们陪你吃饭好不好？哇，伊讲哦，真好啊，来坐。啊！即我坐落了，我就开始就甲拍马屁啊！你知道？吼、哦，我来甲讲，总监，你是我的偶像呢。伊讲，干嘛呢？大家都拢嘛安尼讲，吼、哦、吼，安尼拢安尼讲，吼、哦。啊，我就讲不对，我跟你讲哦，伫1950几年的时候，差不多五几年啦，吼、哦，伊种我初中。你都是在台大迄个运动场底下咧练护棍式啊，练护棍呐、啊，吼、哦，迄个时喏，护棍哦是上新的方法，即马拢跳背棍呐、啊、吼，啊，英国是护棍呐、啊，护棍，我看迄人啊伫空中安尼倒咧安尼吼，我看咧足阴森的呐，啊迄个时阵喏，有一个教练叫做米勒，哦，一个红人啦、啊、吼。印第安人哈、哦，叫做米勒，你家你记得咧跳护棍呐，对不对？吼、哦，关松生，吼、哦，迄个协会理事长，伊脚无啥好，用一支迄个 stake 吼，插伫涂骹安尼徛咧咧看杨宗广跳高，伊一听我哦，这古早的代志咧啊！但是人物啊、人地事物拢总是熟悉的啊，所以才讲我唔是咧凊彩学别讲咧个拍马屁，真正我就是为迄个时阵，才我对运动才开始发生兴趣安尼啦。啊，为迄个时阵，杨宗广才开始教我才咧，才教我开始有教我讲话安尼啊。阿姨就讲啊，迄个唔是红人啦。我来讲，第二天的报纸是写红人啊。哦，阿姨讲唔是啦，伊是乌人啦，啊是颜色比较淡一点的迄个乌人啦。啊，所以有人误以为是他红人，印第安人啦，不是他是黑人。安尼来都开始都有咧讲，都有来有去啊嘛。啊，所以我会当真侪迄个杨宗广哦，伊的一手的资料啊。我都是伫迄个做呀吼，啊，甲伊逐摆食饭，伊若有来是喏，啊，我就去甲伊开讲安尼，啊，得到很多的那个一手的资料啦，吼、哦，一手的资料，啊，我嘛，明年我迄个我团队的迄个队长，我讲吼，恁爱你爱派，大家拢爱派做迄个值日啦，就是讲哪有看到杨宗广伫遐咧食饭的时喏。啊！伊那地那坑落去时喏，你都爱随时主动爱去甲摕伊个迄个盘碗有无吼？那我拢就哦，食饱的时候盘碗爱家己去，像咱这安尼只等只等只等一点地啊碗啦啥安尼啊，这个工作爱由我的团队来做，队长负责。啊，你若有甲闹交，互我知影。礼拜不还有，不然还有你等你，哦吼，我大家都足认真的啊，哦啊，我是认为讲吼，杨宗广哦，值得我用，我安尼大家甲尊敬，我用这只代表一种的敬意啦，哦啊，所以讲，这个杨宗广这个人啊，伊不但是十项的破世界纪录，世界纪录拢是伊咧破，哦啊。念吼、哦，跳迄、那个撑杆跳啊，吼、哦，摩达卡吼，迄、哦那个撑杆跳吼、哦，人类第一个跳过5公尺的，就是杨宗广，哦，
啊，迄个知我迄个知，我有知有这个消息的哈。啊呀，伊啊，我咧甲请教讲。我你那遐搞啊？你有在了？撑杆跳，撑杆跳也拢伫电竞内底哦，技巧上深的啦，上盖深的。我你那有法度安尼跳个打破世界纪录安尼？哦，人类第一个打破五公尺。伊讲那有啥？我上该教。伊讲那有啥教？我家己训练的啊。哦，我伊家训练的啊。哦，啊，但是伊嘛讲一个笑话我听啦。伊哦，记者来甲问讲，哎，你那有法度？啥人甲你教跳五公尺啊？吼！啊，伊就开玩笑讲啊，如果系教练啊，安尼啦。啊，我说遐个记者，大家都拢去访问迄个伊个教练啊。讲哦，你是安那训练哦？诶，杨总讲会当跳过五公尺啥？你是安那训练啥？吼！啊，就甲报出去，啊，就出名嘛吼！这教练就变真出名。啊，真出名的时阵哦，啊，各大学吼，还是中学哦，会拢咧。写拢咧甲邀请伊去个演讲啦，要演讲讲要安尼迄个练迄个撑杆跳安尼啦。啊，伊煞烦恼啊，讲啊，但是撑杆跳我也袂晓啊，那伊也袂晓啊，那啊你甲害啊变啊咧，所以伊才去找杨芳讲讲诶，以后吼，我若要去演讲的时候，你一定爱对我，你都爱甲对咧，吼、哦。啊，即马就去甲迄个演讲的所在了啊，是喏啊。杨总讲，伊都敢那一个开幕词啊，你讲啊，因为吼，这个杨总讲哦，伊是真天才啦，吼啊，伊哦是实际操作的人，啊，伊想了解，吼啊，所以请伊来讲啊呢，啊，伊那麦克都搞好呀，赶紧酸啊呢啦，吼，啊，这都这款的代志，无杨总讲讲，我来知影，吼啊，这个伊哦。啊！但是这个是无列入世界纪录啦，无列入世界纪录，因为迄个世界纪录哦，都爱经过调查，世界田总爱去派人去调查哦，迄个风向啦、啥各方面安尼啦吼、哦。啊，但是哦，伊画五公尺空气的世界纪录的时候，过无几点钟，我伫别个国家的迄个正式的比赛内底哦，都有人去破。比五公尺死的款空死啦，哈、哦！安尼都安尼，杨传广都失去那个伊个世界纪录的迄个机会啦。但是哦，不管哪啦，第一个打破五公尺诶迄个纪录的人，都是杨传广，都是杨传广哦。所以这个人呢，也是讲是非常伟大啦，非常伟大的人，嘿，全世界人无人唔捌的啦，哦。我常常咧讲，就讲，迄个时喏，蒋介石，伫台湾是足有名的嘛吼，大家嘛拢是知讲蒋介石吼。但是哦，你若离开台湾喏，来讲蒋介石是啥哦，无人捌啦。哦，啊，但是你若甲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哦，你甲讲，哎，四个样，你捌无？大家嘛讲，吼，这个，吼，迄个台湾来，迄个四个样。世界一类，哦，啊，电竞哦，都唔是咱亚洲人诶，迄个专长啊，哦，诶，专长，啊，尤其是迄个十项电竞内底咧十项哦，诶，更是因迄个西方诶国家诶迄个痉挛呐，啊，你亚洲人哦，都要练十项诶，迄是真困难呐。啊，想无到讲，咱台湾人去个练，偏偏啊，就是去个练这十项，啊，这个十项都是变成哦，全世界上界伟大的，上界伟大。虽然伊是伫罗马奥运的时候是拿的是银牌啊，但是啊，实际上应该是他拿金牌啊，因为赢七项嘛，十项赢七项啊，我如果说什么你去咯，吼。啊！啲都是因为迄个计算的迄个方式嘅改变所造成啦。啊，本来啊后来的时阵都是东京奥运吼，东京奥运的时候本来想讲，大概想讲杨总讲稳金牌啦。啊，但是哦，真不幸啊。所以讲，迄个金牌哦，都哎呀，那個、天时地利人和啦。啊，对杨总讲足衰啦。迄、那个东京奥运哦，从咱迄台湾的团队内底有一个吼。射击手，射击，
叫做马金山，吼、哦，马金山啊，突然提一罐饮料给杨宗广啊，啉啦，哎、啊，杨宗广咯，就用这家己的地缘哦，啊，饮料啊，给啉落，啉落了什么，闹塞，闹塞，我讲哦，你一个人哦，你那闹一暝塞哦，啊，你第二天就能走路，你都有问题啊，啊，你何况你十项，十项你要提金牌，所以到尾呢？是嘛？比第四也第六，啊，第四也款呐，吼！我迄个，我实在有够失望的，失望啦，都啊无啊多啊，吼！啊，尾啊，啥那那会知影讲这马金山呢？因为东京奥运一个刷了，伊就啊投降啦，伊这马金山全是投降啦，哎，咱报纸拢无啦，咱报纸拢无咧写啦，唔敢写啦，吼！啊，伊就是安尼，所以才大家才讲哇，迄、那个马金山呐、啊，摕迄个饮料和杨宗广内底有坑老塞药啊啦，哦，啊才和杨宗广失去这个迄落、那個，啊这不管安怎，伫伊这一生内底哦，伊所创造的这个功绩啊，会使讲哦，无人对得到的，伫台湾，伫就是在世界内底哦，伊嘛是。鼎鼎大名啊！鼎鼎大名，这个就是咱100%的台湾人，吼、哦，杨宗广，吼、哦。啊，第二我要来介绍就是讲吼，迄、那个纪政啊，啊纪政哦，纪政是我的迄个学妹啦，我的学妹啦，哦，啊，伊本来是新德起路吧，啊，新德起路，啊伊。慢我两年啦，慢我两年。啊，伊是原来跳高跳远的选手。啊，了后是喏，因为吼、哦，伊我嘛是摕金牌啊。啊，但是我的金牌甲伊的金牌来比的时喏，人无人咧看我，人就是咧看伊啊。是啥物原因？因为伊是一个国中的学生啊，初中迄阵叫初中，初中的学生，伊的成绩吼、哦，甲迄个新闻的迄个大人的成绩哦，差不多啦。啊，大家都看出来，讲哦，这个是迄个大将之才啦。啊，我下吼、哦，都用足侪钱去个礼品来阮学校啦。阮学校就是跟咱运动学校共款啦，哦，就是台北县永和吼立行中学啦，立行啦，哦，立行中学。啊，真侪阮内底哦，有迄个国手吼、哦。哦，迄篮球的国手啦，哦，顶哈，迄个拉古比的国手，拢为阮校，真侪拢为啊，为阮校出来，所以阮校吼用足侪钱去甲聘请来阮立行中学吼、哦、来读书啦。阮大家每一工那三点过时，我拢做伙咧练嘛，拢校队嘛，拢校队，还、啊、是。啊，我跟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的哈，因为我那时代啊，啊过去迄落男女授受不亲的迄款嘞，诶时代啊吼，啊在啊就刚来看伊讲，哎、欸，啊我咧练跳哪，伊啊咧跟人咧练跳哪呢啦吼，啊伊找我一个迄个跟我同期的吼，我走4-8-8吼，啊我迄落高中的话咧，我都爱跳4-8中哪嘛。哎，我迄个同学哦，伊是4-8-8，我成绩比伊较歹，4-8-8，但是4-8中伊都差我真济，所以叫我甲教跳篮。哎呀，啊，迄个纪政哦，煞咧找伊来咧甲教跳篮。我是讲，啊，迄是干爱耍安尼尔啦，然后咧是安尼咧耍哦，伊是跳高跳远的选手啊，哦，安尼耍。哎，想无到讲十几年后了，真咯。哦，这纪政哦，伫世界啊，诶，迄个80公尺的迄个低栏哦，哇，创世界纪录啦！哦，拢总有高变呐，打破世界纪录。一个人哦，一生哦，哪会当有一变打破世界纪录哦？哇，这个人都不得了啊！啊，伊高变，就是我创了世界纪录。过了无偌久，强过别人家，把人破掉，啊破掉了，伊个个也记住过来，个个破掉，
啊，不过呢，人骨甲破掉，啊，不过呢，骨甲破安尼，拢总有九遍，其中有四遍吼，有四遍拢迄个，伫拢伫迄个慕尼黑啦，吼、哦，迄、那个慕尼黑吼。哦所以哦，德国人哦，对记者会使讲非常的风靡啦，风靡。所以啊，啊特别为这替记者哦，甲做一条歌，叫做东方飞耀羚羊，有哦，一条歌还吼，东方迄个年纪较好诶哦，迄拢会记。吼，啊，迄条音乐诶开始就是记者，吼，就是记者，吼。啊，这个嘛是同款啊，嘛是咱台湾人100%的台湾人，哦，但是伫阮学校是干那一年尔啦，一年啊了后都是完了同款，从啊甲送去美国去训练啦，哦，迄个一年内底，我上大的印象就是讲，我这学校吼，从校长啊甲这个工友哦，拢是为建中。出来，啊！大家钱凑一凑，啊，去买土地，啊，就来个兴办学校安尼啦，哦，这拢有相当有迄个建校迄个概念的人吼、哦，有一挂迄落吼，建中的啦，北一女的啦，附中啥，初中啊，高中的时候考无掉迄个建中还是迄个附中还是啥的时候，拢叫伊来阮学校读安尼。所以功课也不错了，功课也都很不错。可是啊，记政哦，他是全校第一名，他的功课是第一名。专门咧读书的都拢无啊多，伊逐天都爱个训练，爱个练习，爱个创啥呢？吼，时间、体力，吼，等等。但是伊的功课第一名，中文拢第一咧。所以哦，咧当证明讲哦。一流的选手啊，绝对是一流的头脑。这来迄落讲，人讲迄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吼，这个是讲行不通啦。有迄落班级比赛吼，会啦，会使啦。啊，你若讲哦，到迄落甲世界的比赛时喏，迄拢爱天才，头脑那非常好。杨总刚刚讲，我的智商180，哎，我咪想想有影咧，伊有在了讲啊，迄撑杆跳啊，啊唔免人教，啊免迄许，伊都有在了个跳个变世界第一个大破五公尺的选手嘛，这天分不得了咧，不得了，哦，这个也记证吼，两迄个3000年前吼，你伫迄个奥林匹亚吼，底下比赛摕第一名的吼，啊，拢有一个桂冠嘛，用一个桂树啊去绑一个迄个帽啊，啊，怎个吼个底的安尼哦？但是伊若等于伊家己的帮伊的城邦的时阵哦，伊哦，会当变成英雄啦，哦，啊，伊的英雄不但是讲哦，真济金钱以外，迄个诗人吼，买作诗个纪念呢，吼。记证者啊，做我个纪念同款嘛，吼、哦，啊，迄个雕刻师吼、哦，对，将迄个桂冠的人吼、哦，甲雕刻，所以咱啊去欧洲的时喏，你迄个博物馆你去看，真济迄落都是那个裸体的迄个的人吼，安尼刻入雕。就迄铁饼店吼，铁饼标枪啥迄吼，迄拢是几千年前吼，迄人咧个纪念的啦，留落来啦，较起码。啊，这记证吼，你看哈，德国的一个国家吼，迄是一个运动世界第一的一国家，甲做音乐甲纪念，你就知影讲这记证，他伊的迄个发，伊伫迄个电竞界吼，伫国际的电竞界。伊地位是虾米款呐？哦，啊，这两个人呢，拢总是台湾人。啊，我想咱那边安尼，特别提两个人来做一个代表吼，即有我有一个目的伫咧啦，吼、哦。因为中国迄边吼，
有一个选手，我嘛真尊敬啦，是最近这几年啊的啦吼，一选手叫做刘翔啦，刘翔吼，伊是八一高拿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吼，爱伫奥林匹克嘛是摕金牌呢，吼，你看到啊，迄个亚洲人吼，遐黑人，遐外国的遐白人啥，大家都后壁都咧甲撞吼，看到迄个场面哦，看到嘛足爽的安尼，吼。所以我中国我是真无爱，但是这个人我不得不也要尊敬他嘛，他确实蛮了不起，吼、哦。但是哦，伊那跟咱的杨创广跟纪政比哦，啊，迄个还阁早的啦，还阁早的 啦。迄、那个伫世界迄个地位吼，电竞界、运动界的地位哦，还阁差杨创广纪政差太远的啦，吼、哦。啊，因是十五亿人呢。15亿人呢，哦，伊是讲13亿嘛，但是有2亿是无去报户口的啊，头来15亿才出一个这款的人。杨创广纪政伊那时代时，台湾人嘛才千华万人尔呢，无甲2000万呢，啊，咱就出两个世界级的，这样唔是干啦世界级的，佮世界的 top 的迄个选手，所以我伫遮就是讲，替因两个人要来证明一件代志，就是讲，咱台湾人比因只中国人更加优秀，在 DNA 啦，就吼遗传基因啦，咱绝对是比因较优秀。哦，迄、那个马来病的迄个林玛丽医师哦，伊是世界迄个血液专家嘛，吼、哦，托布的啊，啊，伊研究咱台湾人是讲证明讲台湾人是唔是因汉人呐、啊，甲因汉人无关系啦，咱台湾人就是白埔族的，拢是白埔族的，吼、哦，啊，这个咱的这台湾人啊，咱的伫运动的这个成就比因较好，吼、哦，要证明讲哦。咱的 DNA， 咱的迄个遗传基因哦、喔，是绝对超越他们的。啊，有的人会讲讲，人中国迄边遐嘛，唔是干那七块金牌尔，那还个什么跳水啦，什么迄个体操啦，啥射击啥，哦、喔，这嘛摕几啊块啊，咱都还个无嘞啊吼，人伊嘛几啊块，但是我伫遮就是要讲个清楚。讲个清楚，咱用专业的吼，体育运动的专业来咧讲这个代志。遐拄只因讲因遐金牌吼，遐项目是啥呢？遐是叫做技术极致啊！因是咧竞赛，因的迄、那个因追求就是迄个技术的极限呐。啊，电竞这个物件吼，是。嘿，这是人类的迄个遗传吼，迄个整个体人类的迄个什么吼，迄个生理的极限呐。那追求的是生理极限呐，你迄个技术极限哦，你会使哦，一天哦练8点真久，10点真久没有问题啊，因为我知影嘛。我伫做营咧训练的时阵，我一工嘛那个训练6小时以上啊，吼、哦，啊，就射击啊啥的时阵哦，你练咧10点钟久嘛无啥，伊是技术啊，伊是技术会使练10点钟久，甚至10几点钟久嘛有，哦，但是啊，你若电竞，你若用安尼个训练哦，8点钟久、10点钟个训练哦，这个人哦，免外久就废掉啊。一定废掉的啦，吼、哦！你身躯一定是规个拢迄落啊，啊，有诶说油脂练啊油脂出血啊，啊嘛是有啊，伊袂使电竞袂当互你安尼，伊电竞都是诶训练，都是爱适当的训练、适量的训练，啊加科学，啊加啥？加 DNA 啊 ，DNA 就是遗传基因嘛。所以我替因两位伟大的运动员来要甲证明讲哦，咱台湾人的 DNA 遗传基因比因汉人和中国个啊还佫较优秀。原因就是伫遮啦。
哈，我的目的就是伫这个所在啊，哦，啊，过去咱有足迄、那个足伟大诶迄个过去哈、哦，啊，即马吼有较弱啊，哈、哦。有落，当然，我那有开始，我那有一挂，嘿，这个成绩吼，就是为1994年呐，就是广岛亚运，我第一次参加迄个亚运的是迄年吼，成绩啪一个起来，啊，伫记者吼，伫1970几年的时吼，因为受伤，怎啊退出比赛吼，了后吼。甲这个1994年28年的时间哦，是零金牌啦，伫亚运零金牌。啊，都1994年的时喏，啪一个啥7块金牌。啊，啥那那安尼？吼、哦，原因就是吼、哦，有一个真好的制度吼、哦，吼、哦，迄个时阵叫做体总啦，体育总会吼、哦。啊伊吼，伊就看了讲，哇死啊！二十几年拢无甲摕到一块金牌，实在是袂使，所以急头脑急啊吼，到尾怎去做出一个真好的制度出来，吼伊的制度出来，啊对这个教练哦，非常的迄个非常尊重啊，啊这个金牌吼、哦，是迄个选手去摕到无唔对。但是这个金牌的设计啊，是迄个教练呢。这个金牌是要安那设计，要安那迄落吼，是这个教练，唔是迄个选手呢。迄选手本来就是干那一张白纸安尼尔嘛，哦，伊唔是讲伊出事出来就写讲金牌嘛，无嘛，无这个代志。啊，你若去拄到一个好教练时，你就去摕金牌嘛。哦，啊，你若去拄到歹教练的时喏。你都默默无闻嘛，所以这个教练是足重要啊。就是伫1994年以前，前两年吼啊，通过一个迄个政策吼啊，对这个教练哦，非常的尊重啦。啊，怎啊哦？哦，这教练都认大家认真落去设计，所以呢，马上。变七块金牌，为零二十几年零啊，劈一啊变七块。啊，我过四年1998伫曼谷，哦，大家都受，一下教练都拢受到刺激啊，开始都投入啊，因为啊有奖金通摕啊，吼、哦，我迄年嘛是拢摕几百万啊咧，诶奖金啊，摕到欢喜到要嗨啊，哦，我大家受到刺激的时候。认真来训练，我就1994年是七地，到1998年变十九地金牌啊！哈、啊，迄就是了咱台湾的运动史来滴，我所看，迄个时阵是达到巅峰。啊！伫1997年也是喏，体委会吼、哦、开始挂牌嘛哈、哦，啊，就是。伊吼，伫一开始哦，我都对这个1998年的这个亚运哦，我足认真啊！啊，这个摕到好成绩哦，啊，伊就伊挂牌了，都安尼稳定下来吼，开始就咧哦软木啊，开始软木，将伊真好的一个政策吼，啊，改安尼，拢乱七八糟啦，吼、哦。啊，我迄日是已经退了嘛吼，我已经2000块2年，我都退落来。啊，我看着足袂做的时阵，我才去迄、那个行政法庭哦，去遐告体委会啊。那2000块2年，我都甲告啊。啊，但是哦，告袂赢伊啦，因有因一套伫个啦。吼、哦，你实在是告袂赢伊啦。吼、哦，我讲你也拢无，大家拢唔知影，所有的跳界人无人知影。啊，谁那你个个界啊呢？啊！伊讲有啊，我有广告一个月啊，啥广告一个月，我拢无人知啊。有啊，我广告啊，啊！你广告是对哦，伫行政院的迄个公布栏内底啦。啊，请问啊，恁即个各位，恁捌曾经是为无代志走开行政院迄个公布栏遐去看讲，哎，有啥物物件对我有啥物迄落无？无这个代志嘛。但是啊，伊安尼就合法啦。啊！但是哦，伊将迄个
迄政策哦改变是对伊工作有利安尼尔，所以我来告啊。但是我敢来告诉啊，啊告诉的时阵哦，啊，所以我都敢来都认识咱的秘书长，啊都一直对，啊个两千控八年的时阵。哦，啊！就成立台湾民政府，2010年的时候，美国指示爱成立内阁，吼、哦！啊，这什么有阵内阁？大家时阵，大家拢嘛是干那咧？咧讲迄个旧金山啦、啊，旧金山合约啦、啊、啥的啊？突然讲哦，你说爱创内阁，哇、哦！对大家冲击足大啦！啊，但是哦，知影讲这是足重要的，非常重要，因为啦。美国伊是要开始支持的，因为你400年来台湾人哦，无人捌建立一个政府嘛，对吧？啊，美国要开始指导啊，啊，其实哦，伊是要看你哦，你有迄个能力啊无啦？你知无？伊是要看你有迄个能力无？好加在咱的秘书长哦，哦，伊一生的训练哦，拢用在这个所在啦。伊一生哦，我定来讲吼，迄是干呐？迄心哦，去找这个人。要来做这个代志，啊，为细汉都滴滴加训练，啊，好诶，互伊足好诶，啊，佮刷咧歹，都互伊足歹安尼，啊，互伊安尼起落，啊，到尾啥，叫伊来创这个台湾民政府。所以我迄个时阵，伊都我会判成你迄个体育运动吼，你来负责，我 OK， 马上 OK， 我知影，因为哦，台湾呢，迄个体育运动界，迄个60几年诶，迄个浮沉哦，我拢看呀，我唔那是干伫边咧看，我是跳伫内底，甲因在咧浮沉呢，哦，甲即卖时阵嘛是还佫有我的选手，我训练就先带出来，即卖佫佫后界阿文是对我嘛唔知啊，即卖我无咧管啊，我干阿拢。心肝底干阿民政府以外，我电竞或者甚物我拢无啊啦。哦，啊，我想话就讲，啊，你那摕到这个，不是，就讲，啊，你这个体育运动哦，啊，甲还是恁教练甲迄个选手的代志啊，甲阮一到迄政府有啥物关系？哦，甲民众有啥物关系？我直接就是要甲大家讲有关系。哦，我嘛是刚快2007年的时候，我带迄个。带咱迄个培训队吼，去澳洲去啊培训，吼去选迄、那个苏格兰啦吼，就是苏格兰诶第二大城叫做 Glasgow， 伊是第一大城是爱丁堡嘛，啊因为我要去甲一个迄个世界空手道诶裁判联盟吼诶裁判委员会主席。伊是苏格兰人，啊，住伫迄个 Glasgow， 所以我特别选伊，我要去伊啊受训，吼、哦，啊，实在是就是要去开熟识啦，可以先讲，台湾安尼，吼、哦，啊，这吼、哦，因为我空手道吼，毕竟甲电竞较无共款，甲游泳无共款，也是迄个客观性的节目，诶，运动项目，客观性。诶，码表还是电子表测落，迄无人有法度迄落。但是阮这运动吼，还佫有迄落迄主观意识啦，裁判吼真重要。所以吼，我着专工去找，要找着找头啊，世界头啊。迄裁判委员会主席嘛，全世界所有的裁判拢爱经过伊嘛，爱伊 sign， 你才有迄落资格做国际裁判嘛。吼，啊，阮着去伊遐。啊，有一天哦，我去啊训练八天。啊，有一天哦，回来的时候哦，哇，规 Glasgow 中央车站哦，拢总是人，男女老幼啦，拢总有。啊，阮队伍拢叫冲线去。哦，啊，我刚才阮大家带的队，大家拢知影。哦，赶自己回去，自己回去安尼。啊，我就去问迄个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我。为什么那今仔日那这款情形啦？吼、哦，阿姨，吼、哦，我阿姨跟我讲一句：足球啊 ，soccer， 吼，伊讲卡球啦。我在想着啊，对吼、哦，
澳洲拢是卡球嘞，迄唔是遐选手教练呢，是每一个人的工课，每一个人啊，唔得是输啊赢呢吼，哦，规个火车头拢总是人，啊，佮要去甲你写所有的迄个路吼，诶，酒馆吼，因为迄个苏格兰足爱啉酒，啊，因酒馆足多呀，每一间酒馆哦，拢总是人。哇！大家拢在咧唱歌、跳舞啥呢？迄啰啊，饮酒。我咧时阵感觉讲啊，这个体育运动哦，唔是干呐，迄个选手甲教练呢，是全面的，男女老幼的，男女老幼拢有关系。哦，啊，再回想讲，咱几十年前的时阵哦，哦，迄个红叶扫棒有无？哦，迄个扫棒的时代有啊，威廉波特那咧拍冠啊军赛的时，台湾拢是半暝呢。迄个冠啊军赛吼，差不多台湾人哦，差不多有滴要一半的人哦，暗时拢无咧困啊，拢咧看，包括我啦，啊，拢看咧看。啊，第二天哦，啊，迄个新罗杜姑头家嘛咧杜姑，啊，大家心照不宣嘛。学生咧度过，老师嘛咧度过，啊，看几暝啊，看啊天光啊，六七点才结束啊，吼、哦，哎、啊，嘿，这里是全民运动嘛，嘿，全民运动，啊，行啦，你那会当全民运动，哦，这都是铁迄、那个选手甲教练的工课啊，你的水准爱甲提个是世界级的、国际级的、世界级的，吼、哦，啊，你要争冠亚军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哦，你唔只有法度讲，只引起人半诶全民啊，诶一半啦，大家不爱困，拢咧看迄个转播啊，吼、哦，迄就是安尼成绩好嘛，变冠军嘛，迄就是咧变冠军，唔只有他安尼，啊那啊拢咧变迄个上尾名，迄个啥人要插潲哩，对不？哦，所以讲哦，这是全民的代志。教练选手有责任，啊！你这个，你都爱个成绩提悬，了是喏，全民大家拢会去注目，会要投入哦，用心。啊！你这个国家吼、哦，这个国家伊个明星呐、啊，凝聚哦，明星的凝聚有真大的帮助哦。啊，个大家拢有咧运动的迄个兴趣细胞的时阵哦，啊，大家拢有咧运动的时阵哦，并人民的迄个普遍的健康哦，自然就提悬嘛，自然就提悬啦，哦，啊，所以讲哦，体育运动也是你这个政府内底一项真重要的一个项目，吼、哦，一个迄个啊部门啦，吼、哦。啊！我就是对将来吼，有还有十分钟有的时间哦。我讲要对将来咱台湾的运动，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迄落吼来改善安尼吼。第一吼，第就是这个体委会，我爱改组，因为整个体委会人太侪了。你这个体育运动哦，你也要提升哦。都爱这个体育运动人、选手、教练的迄个热情，伊才会甲提升起来。唔是讲哦，我这个公务机构偌大啊，成绩都会，伊都你运动都会提升。不是这个不相等的哦。啊，你有这么大的迄个公务机构哦，拢总是公务人员呢哦，迄、那个体委会来电拢总是。公务人员，而且是中央级的，啊，每一个都是经过高考通过了，读书真好，非常好。但是啊，相对你对体育运动的迄个热情有相对感化无？不见得，哦。所以呢，你真侪资源啊，但是你台湾所有的体育运动界的迄个资源拢是高哦，这个。相对不是很热诚的，一个迄个机构来咧总管呐、啊，这哦一定有真大的问题，就是我2006年我会甲告，原因这就是原因之一啦，
哦，啊，这体育，这体委会要不要存在？哦，伊即马叫做体育署啦，伊即马改为迄个教育部，我认为很好啦，我认为很好。但是哦，我爱即马目前我无啥物资料，哦，将来我自然都有资料。迄个时，我主要是讲拿摕过去的迄个体委会的时阵哦。我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迄个体委会的人哦，我要请伊离开啦，你去别个单位嘛。我体委会无必要遮尔大，因为你的工课哦，伊这哦包罗万象，啥物都拢迄落选训赛，这都毋是你的项目，这都毋是你的专长啊。选训赛是遮教练的代志啊。哦，啊你拢共控制掉咧，大行拢控制掉咧。这不对，你吼、哦，你有你的任务，譬如说，你咱这个体育单位，你要有经费啊，啊经费都爱伫国会内底去申请啊，啊你要申请，你都爱有迄个预算啊，啊对这运动员啊，是教练啊，啥时阵哦，我较袂晓啊，较袂晓，啊你也晓啊，你来做啊，这个工作你可以来做，你来替些所有的。所以，体育单项啊，啥，你都编列预算嘛，啊，然后去争取到国会里面去争取预算嘛。你要去国会争取预算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公务员资格嘛，所以你也不能把它取消掉啊。啊，争取到这经费以后啊，交给体育单位去使用的时候，还要核销啊，也要你来核销啊，你来监督啊。这个钱用得有合法啦，无啥等等嘛。这工课你来做就好啊，啊，唔免遐济人啊。其他的业务，再拜托农庄爱放出来。啊，给什么人？给体育的人。体育人是啥物？上标准的是啥？体育学院啊，体育大学啊，迄内底有偌济迄落教授。拢学有专长呢，因是伫外国拢摕个博士，吼、哦，摕个博士，吼、哦，啊，当啊，啊，拢敢若是伫大学内底咧教，迄伫大学就是我讲迄是象牙塔内底咧算安尼啦。我哦，以后我即摆要甲教育部，哦，要甲伊协调，就是讲 ，OK， 你若要升顶，比如讲你若教授要升迄个主任啦。哦，啊，就副教授要升起来做教授啊，有几项一定要去调查的，就是讲你要拿出证据，你对社会体育你有贡献啊无？你遐的迄个专长，你迄个培养几十年安尼吼，读出来遐地位啊，有甲运用伫这社会体育内底无？还是干那拢用伫大学家己自己学校内底啊，迄、那个大学运动会哦，安尼，我吼，加摕你两块金牌，安尼都很满足啊呢。大家干那拢伫国内迄个大学运动会底下咧比成绩，哎、欸，那对我来讲，那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你都爱伫国际，你伫国际爱摕出奖牌啊！啊，创出好成绩啊！哦，亚洲的世界，对不？啊，这就是因会当做的工课嘛。啊，你遐尼啊侪迄个地位，啊，拢放伫大学内底，啊，干那做迄个国内的代志。所以讲，你若要升等，对不起，你要升校长啊 ？OK， 你要跳下大学的校长，对不起，你对过去内底，你对体育。小会体育，你有贡献啊无？有 ，OK， 马上升。阿拉无，哎，对不起，开玩笑，人别人有，我去升。安尼来吼，你就会当将这个大学内底，这体育大学、体育学院、体育系，哎，下迄落，下迄有遐教授，因遐地位上吼，会当甲提出来，哈，走出象牙塔，来这个社会体育内底来训练出世界级的选手。这我就是我一定要做的代志，吼、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咯，提升教练的地位。因为要教练的地位一定要确认，
袂使因拢是变成附带。哦，选手摕金牌，哦，大家安尼，我安尼庆祝啥时喏？啊，这教练喏是干那徛在上边啊？哦，啊，无人捌啦，无人去了。喏，这个金牌是安怎那会当摕到这个金牌？这个教练是主要关键人物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基础教练一直当他国家队的总教练，诶，所以我了解啊，我家己的道场，我说我训练囡仔，细汉呢，安尼个培养个起码嘛是啊，伫亚运呐，伫世运呐，摕金牌啊，吼、哦，啊我这因这种培养哦，拢爱十多年呢，这十多年中间，我用偌济心呢，我讲哦，用所有的办法拢总用过啊，连讲骗、用骗的、用怪，我嘛咧做呢。我迄个老师，迄个家长吼，吼啊，初开国小毕业啊，都要升国一啦，吼。啊，你讲拍个人啊，阮囝吼，啊，即卖开始要补习啊呢。好，唔免去补习啦，对我就好啦。对我吼，你就读初中、高中、大学。拢无问题，甲大学，安拢总是公立的，给你保证，吼、哦。啊，家长想，未歹哦，安拢读公立的吼，拢保证讲会当去咯。其实喏、哦，这是你甲骗的啦。我唔是校长啊，我凭啥物你甲讲啊？你来读，无保证无问题。我是算什么？我只是不过一个教练而已啊，一个小学，一个道场的教练啊。啊，我哪会当啊？我会当讲这个话？啊，我哪无讲这个话时喏？家长就讲：哎，对不起啊，我囡仔要来补习啊。啊呢？啊，我是一个我该承认我是一个好教练，但是我无将，我无兵，我要干嘛？对不对？所以哦，啥物代志都爱做啊。啊！只到尾啊只会当我的学生到即马为止，都是东亚运摕两块金牌，亚运一块金牌，世运摕一块金牌。哦，啊！因遮个人拢已经退啦，啊，剩一个，即届亚运袂阁拍安尼。好，我用心十几年，都是敢那得到安尼啦。哦，啊！即个若无我安尼吼。用心计较安尼用骗的用啥安尼怪安尼迄落时喏，那有遮个选手，遮拢无，遮个金牌拢总无啦，吼、哦！所以讲，这教练的这个地位啊，一定爱个提升，吼、哦！啊，遮安尼遮会当带动咱所有的国家的这个体育运动的水准会提悬，爱提悬的时喏，才会引起全民来注目。大家才有兴趣要来加入，安尼来，咱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国家啦。啊，迄就是强国，唔只有运动国家，啊无，大家咧拼奥林匹克的金牌是要拼安怎？就是要表现讲伊个国家足强，国力足强。哦，啊我就是时间也到啊吼，啊我就是。我就是从我过去六十年来的那个经验吼，佮大家做一个报告啊，一个分享吼、哦。啊，我希望讲，假使咱啊摕到政权了时吼，十年内底爱提出成绩，十年内底一定爱亚洲的运动强国，二十年内底爱变世界前十名的运动强国。这是我真大的一个抱负啊！然后我希望讲，咱真紧就会当实现。以上，我讲到这为止，感谢大家，嗨，谢谢，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啊，楼卡一楼用餐。